恭喜今年 Jarvis 順利舉辦咗自己嘅小型音樂會，如夢成真基金同埋香港迪士尼仲幫忙聯絡鄭中基先生同埋鄧建明先生同佢哋嘅團隊，俾咗好多專業意見 Jarvis。 係啊，好，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有請盧顯飛 Jarvis 為我哋表演《紅蓮華》。